在屏幕样的速度我梦哈嘞我住我心里更给秀我够吗这个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怎么这么大一点啊找到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左前方这个是永安百货它这个永安百货里面还是有在营业的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个是上海时装商店也从来没有进去逛过但是这个老店主还是很有味道的这个七重天宾馆感觉也很有历史了我们看一下永安百货里面有哪些专柜周深山兰蔻施华洛世奇 Chanel 劳力士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我也没有买过这家的东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推荐这家有什么可以买的吗左手边有一个这个什么宝大祥青少年儿童购物中心这个字体真的非常的 colorful 这个小巷子里有好多小吃摊而这家名创优品开了之前经过的时候在装潢麻烦大家推荐给我新雅粤菜楼有什么可以买的吗这个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有什么好买的麻烦大家推荐给我已经开始卖端午节粽子了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现磨咖啡好我到了世贸待会去逛丝芙兰 Sephora 这边都有一些小巷子我从来没有喝过奈雪的茶大家觉得好喝吗好香的饼干味